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回来玩 Slender Tubi 第三的，然后这一次呢我终于找人来陪我玩的，没错，就是我只能找的人就只有那几个，对，迪叔欢迎。Hello， 我又来了，我是迪叔。今天准备好被吓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就是衣服都脱了，输个来谁？快，我来找你了啊！不行，我们之间有围篱挡住。哦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团黑耶。啊，打开你的手电筒，你有手电筒吗？我有 V 八，你用是摄影机吗？按右键。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？感觉这更可怕了。对，摄影机更可怕。你死了？为什么我死了？摔死哦？你摔死哦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遇到人了吗？啊！机器人！快点过来我这里！啊！快点走！好恐怖，吓死我，他的声音。哎，他怎么追着我啊？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他把我打死。你又死了。可是我这边看到一个奶昔耶。真假的？快快快快收集，快走快走。这四个。机器人虽然感觉好像没什么恐怖，可是他声音好恐怖。对。吓死我，你长得太恐怖了。什么？我长得太恐怖？你长得才可怕吧。我们这个叫什么秘密的什么地方啊？秘密的地方，妹妹的地方。你都听起来怪怪的，为什么变成妹妹的地方了？这是白色天使宝宝所在的地方。这个地形比较小，这地形，而且这地形我熟悉。在下水道。这地形不一样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样是好事吗？不好啊，意图变更大了。我找到一个奶昔了，我卡住了。哎呀，这个洞也太黑了吧！洞你好勇敢啊，你居然进去！我又找到一个奶昔了。这个洞好像会有奇异的东西了。我的颜色是屎黄色，不一样。哇，你好适合这个地图哦。这个水道，哎呀，有声音，有呼声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刚刚有听到，我刚刚听到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很多很多，你说东西吗？对，你看那个洞里面，他没有看到我们啊？应该没有吧？救命！救！哎呦，这失控的小女孩耶！吓死我！对啊，太失控了吧！他还跟着我，不要！我又找到一个奶昔了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。他们两个去找你了。没有，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你不要再吓我了。我去把他们带过来，我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不要你把他们带过来。怎么吓死我？离开了。怎么吓死我？我死啊！失控的白色宝宝。吓死我！红光哦，红光那是电灯哦。你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了，你真的是鬼打墙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好雷哦。不是啊，我一半的奶昔过了。你这个屎屎宝宝，你吓屁哦！我这个拉拉这么可爱。你怎么一直笑着？你怎么也一直笑着？每一关都很可怖。好了，不要再叫了，很吵啦。失控了，没吃药哦。完蛋了，我那边不能去了。我来当坦。哦，好，那我随后跟上。我来当坦啊！奶昔在这边，奶昔在这边，奶昔在这边。奶昔就在那边啦，森林。那边是哪里？我忘记了。快快把他们引走，快！我知道了。有。真正的 carry。carry carry。那现在嘞？那现在嘞？好，我们去玩下一关吧。奶昔，好，这游戏怎么这样啊？没头没尾。这是那个呢？那个呢？叫什么？卫星站。哦，我马上找到一个奶昔了。对啊，我附近超多奶昔耶。这关是不是奶昔大放送啊？我找到一个。
关我屁事啊！我没看到你叫什么叫啊？看到你呀、啊！啊，你来的、喔！不是，怎么会有玩家进来？我找到红，我们跟其他玩家一起玩吧。瓜弟，你们远一点。你是谁？哦，你不是，你是白色的。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快跑！快跑！啊！死了！啊！我才刚出生呢、欸。哦，吵死了！这女孩，安静点。好贱哦，谁把她拉出生点的？啊！我找到，我找到了。快，还剩一个。我找到你了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。可是我出不去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门，李叔后面。啊！他在追我，他在追我。哦。李叔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，李叔。啊！他一直在追我。我求你们快找这奶昔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先救你。不行，我出来了，快跑！啊，那边是死路，你去那边干嘛？还在追随，还在追随，你不要带过来了！往反方向跑，往反方向跑！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我看到有人飞走了。越多人了，快帮我哦！都没路啊，哎、欸，是骗人的吧？这么多个人都还找不到，剩几个人了？五个人都找不到，不要骗我！哎、欸，被找到了，终于！哦，有终于有救世主啊！哦，跟你说，学校很精彩。你现在在给我打预防针吗？你有听到那声音吗？你不要再吓我了，森林。去啊！对啊！啊！好，拜拜。你有看到他吗？你有看到他吗？你有看到他吗？我当场啊啊！你干嘛啦？啊，那个谁？哦，不要管他啊！不要追我啊，白痴哦！各位快上楼上，我来吸引他。我来，我上来了。我带他来给你们。剩一个啊，找到了。你看到他吗？你看到他吗？我没看到。太快了吧这一关！这关太快了吧！不是太快了吧？干嘛 ？Hello， 来的哦，地图太小是不是？再多一个。多好的刺激呢！对啊，奇怪，那女生好像没什么了。我们进山洞里面。好，25个。啊！我靠他了！我靠他了！他是猿人，可是我为了南希，我不顾一切。啊！我看到，我看到谋杀现场，我看到，我等着他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拜托，我是高手，不是。原本一个很好的卡通被弄成这样，你说他们爱你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都追着我。有人要死了，因为我好像害新玩家死了。真假？对，你可以走过去。没有哎、欸，在这附近。啊！你推我！太棒了，这就是我要的结局啊！你推我！我找到了！耶！耶！过关！好，今天影片结束喽，感谢迪叔来玩，感谢感谢，被吓得好开心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希望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兴趣的也可以去订阅迪叔的频道哦。迪叔有 MV 哦，有麦克。好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